但天氣又好，我哋嘅心情都好好，係咪啊？每一個咧，能夠喺每一月嘅第三個星期一，能夠嚟到當中咧，聽神嘅話語咧，呢個係神俾我哋嘅恩典。我哋真係好多謝牧師、傳道兩位師母，咁遠都咁辛苦揸車嚟我哋當中，我哋真係深感恩佩嚇，實在好多謝牧師同埋傳道。好，我哋大家一齊低頭祈禱先。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嘅愛，你嘅愛係長闊高深，所以我哋睇見你係嗰個不變嘅神。天氣係你創造，你俾地上有春夏秋冬，你俾我人生亦都有春夏秋冬嘅階段。我哋感謝俾我哋人生嘅路上邊，我哋能夠遇見神，我哋能夠咧喺你嘅真理裏邊有份。我哋能夠咧有救恩嘅福樂，我哋以上感謝，係你俾我哋珍惜呢份嘅恩典同埋福氣。主要係喺挪威全呢個地方，唔係個個份都可以有咁好，有一個中文嘅教會。求主俾我哋珍惜，我哋唔好糟蹋你嘅愛。我哋睇重你喺十字架上面為我哋死，我哋感謝你。我哋願意坐低落嚟聽你嘅話語嘅時候，求你開我哋嘅眼睛，開我哋嘅心竅。使我哋能夠領受你嘅話語，將你嘅真理藏喺心裏邊。我哋多謝主與我哋同在，多謝求你繼續賜福你加力俾服侍。主啊，你真係將你心愛嘅仆人嚟到喺呢度服侍弟兄姊妹，我哋獻上感恩。將你要重讚嘅關俾你，我哋咁嘅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將牧師出時間交俾牧師。多謝曬。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年的三月份真的很特別的，有什麼特別呢？上個主日是什麼主日？我不知道這個有沒有上個主日三月的第二個主日是什麼主日？三百歲的主日，三百歲的主日是英國的母親節 Mother's Day， 很特別的。為什麼要到用三月呢？我想跟我們中國的有些關係，中國的節期有些關係。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唐朝一位很出名的詩人文家寫了一首五言的絕詩，慈母手中線，游子身着衣，臨行密密伏，以恐遲遲歸，誰願寸草心。最後一句呢，報得三春輝，三春輝，三月春天的太陽，是講到慈母那種温暖那種積熱，好像三月的温馨的太陽一樣。所以呢，全世界的母親節呢，其他國家都是五月第二個主日，唯有英國呢是三月的第二個主日。很可能的，同誰願寸草心，報得三春輝這個中國的過年的節期很有關係。其實如果你真的看歷中國人的陰歷是真的很準確，講立春就是立春的，我們會看五月牌，所以中國的陰歷很好的。我們說這個月很特別，因為這個月有幾個基督教很重要的節期。下個主日是什麼主日？中樹主日。Palm Sunday， 我們叫中樹主日，是講什麼的？耶穌入耶路撒冷。講什麼？耶穌入耶路撒冷。是耶穌騎著驢子進入耶路撒冷。再一個主日，第二個主日呢？復活主日。復活主日。所以三月份你看幾個很重要的節期，今年呢都是在三月份始出。今天呢，我們是將要下個禮拜我們正式進入順聖週，所以今天我選的三首詩歌呢，都是跟這個主耶穌基督成就佢個救贖大恩有關嘅受難嘅詩歌嚟嘅，請大家播一首古舊嘅神歌。好熟，大家都好熟嘅一首詩歌嚇。
親愛的主啊，我們真的要多謝你的恩典，多謝你的大愛，你甘心的捨去天上最尊貴榮華而道成肉身來到世界上。你來世不是為了生，而是為了死，你默默無聲的被牽到宰殺之地，為我們全人類成為那個贖罪的羔羊。我們將要面臨這個受苦節的時候，就這個聖週的期間，讓我們好好的思想神你的份的大愛，是你先愛我們，不是我們要得愛你，是你為我們預備了救恩，以致我們能夠靠著你的愛子耶穌基督，我們可以回到神你的面前，成為神你自己的子女，一切都是神你的大恩大愛。我們更加要多謝主，是你甘心樂意的而走上這條苦路，為我們全人類在十字架上成為我們的救恩的一種的記號。天父啊，求主你自己的寶血洗淨乾淨我們一切的罪，要我們能夠靠著你的恩典，我們能夠被稱為神自己的子女，因為信你，我們能夠有永恆永生的確歸和盼望。多謝你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第二首的詩歌，愛苦難之路開條啊！唔知道大家有唔有聽過？啊，先你聽一次先嚟唱歌啊！有邊一位去過朝聖嘅呢度當中？有嘛？啊，彩雲同阿球，咁都有去過。啊，我請問你有冇行過呢條苦難之路 ？Via Dolorosa， 你穿過。受死前被鞭打，痛痛挣扎，作恶人安抚的群众，正为难得起路的马戏乐。遍体伤痕划过草原，地冠已渐渐。
我們一起唱歌詞底音樂啊，我開始就唔係啊，希望大家好好嘅想一想呢個嘅意思啊。受盡了一切的痛苦凌辱，主啊，你是為了我們，為了全世界的罪人，所以在這個特別的受苦的期間，我們真的想到你的大愛的時候，真的巴不得我們每一位我們都被你自己的愛所激勵，想到親愛的主啊，你為我死，為我捨去生命，我願意為你捨去什麼呢？巴不得神
我哋每一位都向你話：神啊，我哋願意以我哋個愛還愛，將我哋嘅生命再一次擺上俾你。求主你接納我哋每一個人在神面前嗰種嘅決心，我哋嗰種交託。求你使用我哋每一位，叫我哋知道神你嘅救恩唔係只係臨到我個人身上。神你的大愛要救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所以我們有一個責任，我們有一個使命，應該同人分享神你的福音。麻煩你使用我們每一位都成為福音的使者。我們禱告交託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最後一首的詩歌，這個大家都熟悉，我好像不保留，這個大家都熟悉的歌。
今天的經文有三處的。第一次的經文是在馬太福音書的十七章的第一節至到第五節，請你聽我讀出啊。因為有大聖經的嘛，有的，哎，我又做，即我尋日我稱讚啫，我咁多個教會啊，只係睇到 launch 有個教會係有大聖經嚟嘅，就係阿 Andy 啊，幾好嘅。誒，馬太福音書第十七章啊，因為而家全部教會都冇大聖經嘅，我係帶住手機去睇聖經，咪睇手機啫，係嘛？邊個用帶住？但係如果你喺中國咧，你睇到啲教會咧，個個都攞住聖經。我哋呢度真係啊，個個都唔攞聖經，唔知係咩，請得太重啦。誒，最好係啲事都係你帶啊。OK， 十七章第一節，嗱，請你聽我讀出。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約翰啊，暗暗嘅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年年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光。忽然有波西、有伊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然後第四節話，彼得咧就對耶穌說啦：主啊，我哋喺呢處真係好啦！你若願意咧，我就在這裏搭三座嘅棚，一座就為你啦，一座為波西，一座咧就為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嚟说：嗱，请问啊，呢位声音从云彩出嚟嘅系边个讲嘅说话？系神讲噶，神讲咩咧？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嘅，你们要听他。唔知我哋仲有啊？門徒聽見就俯伏在地，極其的害怕。耶穌進前來摸他們說：起來，不要害怕。然後第八節，他們舉目不見一人，就只見耶穌進下來。然後第二節的聖經在約翰福音書的十三章的十五節有一句說話：人如果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就沒有比這個更大了。然後羅馬書的第五章第七節到第八節的書，可以說保羅說有人是肯為義人死的，是少有人有人會為人人死的，或者有減重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一般上呢，一些非常重要的我們所謂的高峰會議呢，有資格出席和參加的人肯定是不多的，而這些有資格能夠出席參加的都是一些非常重要以及很有代表性的人。在耶穌基督的一生裏面，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甚至是關乎著整個人類救恩計劃的事，我個人認為呢，這件事情就應該是在剛才我所讀的馬太福音中的那個所謂的登山現象。這件事情呢，登山除了馬太福音書有記載之外，其他兩本福音書，馬福音書、路加福音書，這三本我們所謂的父類福音呢，都有講這件事情的。在這個高峰會議中，我們看到的人物除了主耶穌基督之外，出席的還有代表律法的摩西，代表先知的以利亞，還有呢，就是耶穌基督所愛的三位的門徒，彼得、雅各、約翰。事實上，在主耶穌的十二個門徒當中呢，也只有三位有過這一種在山上被雲彩遮蓋的所謂的特別的屬靈的經歷的，而且他們更加親耳的聽到各位天上的真神向人宣告的說話。宣告什麼呢？
係宣告借事我的愛主，呢個係印證到主耶穌基督就係高位、主尊貴、至榮耀神子嘅身份。神宣告話：借事我的愛子，呢個係神親自嘅證實咗耶穌基督係佢嘅獨生嘅愛子，係佢為我哋全人類預備嘅唯一嘅救贖主，除他之外必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神話我冇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只有我的愛子耶穌基督。嗱，點解我哋頭先講過嘅呢個高峰嘅會議咁重要咧？因為在馬太福音書嘅第十七章講到嘅登山寶訓，十六章嗰段，佢是有佢好重要嘅，係21節到28節咧。主耶穌基督係主耶穌基督所講嘅話，佢就借著呢個耶穌基督講嘅，借著呢個登山嘅寶訓，使佢哋能夠預先嘅知道或者預覽到佢嘅死、佢嘅復活、佢嘅升天、佢嘅再來嘅傳達。嗱，我哋從聖經嘅神學嚟睇咧，嗱，摩西係代表到律法啦，以利亞咧係代表到先知啦，加上耶穌基督所愛所最接近佢嘅三位嘅門徒彼得、雅各、約翰咧，全部都到位啦。咁啊，佢哋聚集一齊做乜嘢咧？路加福音書有句好寶貴嘅説話，9:31嘅聖經話，在榮光裏佢哋聚集在一齊咧，係談論主耶穌基督去世嘅事情，就係佢在耶路撒冷將要成就嘅事。之後我哋睇到呢啲人全部都靠邊站嘅，所以聖經又話，只有剩翻耶穌基督一個人在那裏。點解只係剩翻主耶穌一個人咧？事實上就係要證明一件嘅事情，證明乜嘢？證明就係耶穌基督就係整個律法和先知嘅總綱和高峰。他就是詩篇入面第篇第七節所講的那位受高者，亦都是以賽亞書42:1第一節所預言的，神所扶持、神所揀選、神所喜悅，神已經將他的靈賜給他，一定要將公理傳給萬邦那一位，那位的受高者就是那位的尼賽亞，那位救贖主。這裡給你看到呢，整個登山變像的中心的議題是什麼呢？原來就是耶穌基督並他的釘十字架。可能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有人將這件事連在一起，耶穌登山寶訓到底跟釘十字架有什麼關係呢？其實整個登山寶訓中心的議題、中心的目的，就是講到耶穌基督並他的釘十字架。很可惜的，這三位能夠參加所謂高峰會議耶穌所愛的門徒呢，他們根本上不知道、不明白這個會議的真真正的意義。你聽啊，彼得怎麼說呢？他說，主啊，我們看著真是好啊，如果你願意的話呢，我們不如就在這裡住下來，我搭三座棚，一座為你，一座為摩西，另一座就為以利亞，即是說呢，他們索性就住下來了，不用做什麼了。因為在山上這種特別的情況、宿營的氣氛真的太好了。甚至當耶穌基督向他講到他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長老很多苦的時候，而且他將會被殺的時候，彼得馬上就阻止，結果呢，耶穌就斥責他，他是為了撒旦在前面工作。而其他兩個的門徒呢，雅各和約翰，如果你讀聖經，他們在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竟然請了他的媽媽向耶穌求說，求什麼？向耶穌求什麼？讀聖經有效效的，剛才你有機會叫我問他，我問他那些考什麼？叫兩個媽媽來做什麼？求什麼？沒人知道嗎？
係啊，我話哇，耶穌啊，啊在你德國嘅時候咧，我兩個仔咧希望都能夠企喺你個寶座兩旁，一個做左蛇，一個做右蛇。你睇佢哋，佢哋關心係乜嘢？佢係咪從耶穌呢句登山寶訓呢件事情，耶穌基督所講嘅説話當中，真係經歷到體驗到？哎呀，我哋位主將要上十字架，唔係啊！佢哋想到嘅係乜嘢咧？弟兄姊妹，係只係縮細個權。縮細個位而且對宿命的事呢，關乎就整個人類永恆救恩的大愛，他們竟然是漠不關心，一點興趣都沒有。因此我想請問一下，這種這樣的心態是不是今天我們很多信徒的心思，亦都係唔係我哋好多信徒嗰個所謂嘅寫照咧？今日我哋所讀嘅聖經入邊，除咗馬太福音書，仲有兩段嘅聖經啊。第一節嘅聖經係喺路約翰福音書嘅十五章十三節嘅，嗰時講咩啊？人為朋友舍命，人個愛心就冇比呢個更大嘅。請問下呢句説話係講到咩愛？神的愛就是人的愛，人的愛就是為朋友寫，哎呀，人的愛心就真的很大，這個是說到人的愛。人認為在人的眼中，如果我們肯為了一個朋友寫身，為了這個朋友寫身，哇，應該算是最大最大的愛了，是吧？可能另外一句就在羅馬書的第五章第八節，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顯明。這個不是講到人的愛，是講到神的愛。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樣一句的說話，我們能夠給而不愛，卻不能愛而不給，有聽過嗎？有聽過啊，我給你，是不是我真的愛你，我給你，是不是我給你真的愛，不是喔，可能不是一定的，給你喔，我給你喔，給你喔，你真的愛你喔，可能我哎呀，我很同情你，可能啊，哎呀，因為你在困苦當中，哎，我很愛你，我給你啊，我只不過是施捨給你。有一些的愛不是說沒有愛，如果沒有愛完全都不會施捨，但是這個不是真真正正的愛，是需要同情，是需要施捨。但是如果你真的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不會給？你不會為他給？會嗎？你就真的不能夠得給，而且你給得很甘心，好樂意，你不是同情他，你不是施捨給他，你真出真心愛他，因為我能夠給而不愛，但我能夠當我愛的時候，我就不能不給。這兩節的經文，一個講到神的愛，一個講到人的愛，那麼都是講到捨，一個呢捨他的生命是他的朋友，而另外一個呢捨他的生命是誰？是那些罪人，那些不應該愛，那些應該被死在過犯罪惡中抗拒神、反對神、仇視神的人。兩種的愛都是愛，但是在這方面的程度、個愛呢是有很顯明的分別的。前者的愛是愛朋友，我為了愛這個朋友我為你死，我們說這個哎呀義薄雲天忠肝義膽，真是講到偉大的做人方面。但是後者那個講到神的愛呢，愛的就不是朋友，是愛什麼？愛那些該死的，那些不配愛的，那些反對他的、仇視他的、抗拒的神，要置以為死地的人，他都愛他，愛到甚至為死。我沒有這種神的愛，我千萬不要 用神的愛和人的愛來比較。如果你是說、哎、我有神的愛，那我就說、哎、我的愛給你，但不是的。這種肯為了罪人死的愛，不是人本性的愛。事實上呢，這種愛是神賜給我們的，
為著就係要將你神嗰一份無私無比嘅大愛自己。好啦，有人將愛咧就分成三種類啦。第一種愛咧係如果式嘅愛，咩叫如果式嘅咧？嚇，如果咧，我哋成日聽話咧，你乖咧，爸爸就錫曬你，爸爸就愛你啦。咁啊，媽咪都係咁講啦，你乖咧，我就錫你噶啦。如果你送件禮物俾我咧，我就愛你啦。如果咧你成功咧，我就會愛你啦。啊，如果你有錢咧，我就嫁俾你啦。呢種係如果式嘅愛，有條件嘅愛。如果冇咗呢啲條件咧，你就算愛嘛？係愛，哎呀，你會隨時大嘅啫。如果有錢你就嫁佢，冇錢你就唔嫁佢。睇住我真嚟嘅，如果冇咗呢條件，可能你就唔會咁樣去愛，或者你真係唔會嫁俾佢嘅。啊，呢種地當然啦，嗱，我哋唔敢講呢個係絕對嘅，即使係冇咗呢啲條件，可能你都仲會愛佢。但係咧，從現實嚟睇咧，我想咧，我哋應該將呢種愛，所謂即使冇我咗愛咧，應該打個問號嘅。第二種咧係因為識個愛我，因為識個愛咩啊？哎呀，我愛你，因為你對我。我愛你，因為你有著令我心醉迷人嘅氣質。我愛你，因為你對我有安全感。愛你啊，因為你有錢啊。我一個有錢嘅人一啲都唔奇怪啦，係咪啊？你我一個窮人又奇怪啫。我咪啊，手喺度笑。如果有一日真係去窮啦，失去一切啦，乜都冇嘅時候咧，頂住個人，我真係要問一問，我仲會愛佢嗎？所以第三個我哋睇到一個好重要嘅愛啊，呢種係種全無條件嘅愛啊。一個個愛，佢唔係因為佢有咩長處，或者有咩嘅優點，即使係唔係都唔係因為佢有權、有錢、有勢，無論佢點樣嘅貧窮，有幾多個缺點，有幾多嘅個短處。你亦夠唔夠愛佢，唔夠願意為佢付出一切，甚至肯為佢死咧？我想呢種愛就係只有神嘅愛可以表現出嚟。呢個點解就係耶穌基督佢會愛嗰啲唔應該愛、不配愛嘅人，甚至為咗呢啲唔應該愛嘅、不配愛嘅抗拒去反對去受試嘅人死咧？正話。有人係肯為人與人死，有啊有為人與人死，有人喺度為人死嘅都有，但係除咗基督之外，有邊一個肯為人罪人死？我相信為嗰啲為罪人死嘅，只有神個愛先能夠顯出嘅。所以古羅啲清楚話，唯有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神個愛。為我哋醒醒，我愛就再指向我哋顯明。我相信大家記得啊，耶穌基督為門徒洗腳嘅事情啊，係前幾日就可能發生㗎啦。嗱，我哋帶到聖州嘅時候，又發生㗎啦。嗱，請問下，耶穌基督有唔有為出賣佢嘅猶大洗腳？有嗎？有唔有？有係咪？耶穌基督知唔知道猶大出賣？啊！點解知道仲未洗腳？如果係換著你啊，哇！呢、這個人出賣我，呢、這個我同你仲洗腳，洗腳喎、你仲會唔做啊？你都會啊？哇！你好偉大！你愛佢都係啦，但係你咁偉大咯，唉、佢出賣你喎，你要置你死地喎，你仲洗腳？我望下你好正。我絕對不會的了，如果是如我識因為識的，好了，彼得，彼得是好不好啊？彼得都不是好到哪裡去，你看到彼得，你看一下，你剛剛而已，你
穌基督講到佢就文士喺好多古代時候，佢就講：哎呀，我咧唔會離開㗎啦，此世但第後，我眾人都會嚟為你跌倒啊！我永遠都唔會跌倒㗎，我同你死都甘願㗎，我總會不認你嘅。弟兄們，呢句説話幾得個誇口啊！但係咧，睇下幾個鐘頭之後咧，彼得竟然三次嘅就唔認佢。如果基督個愛係有條件個愛，或如果識個愛，佢會唔會為彼得洗腳先？呢、這個人要出三次都認我，佢都唔會認。但係耶穌依然夠會為彼得洗腳。你看到沒有？原來耶穌基督的愛就是這種全無條件的愛。為什麼？就是因為耶穌基督本身就是愛，他就是愛，他愛出賣他的猶大，亦都愛不認他的彼得。所不同的，你看到彼得罪不認主之後，要讀聖經，他就馬上想到耶穌基督的話，就痛哭流淚悔改。所以看到以後主研究是重重的使用他，成為最偉大的一個門徒。而猶大出賣主之後，他後來都知道主的後悔，但是很可惜的，他不回到主的面前，他卻以自殺來了結他自己的一生。這個就是猶大最可惜的地方。人的愛我們看到是有條件的，基督的愛是全無條件的愛。到底耶穌基督的愛是怎樣的愛呢？申命記的第七章第七節的時候有一句說話，耶和華專愛你。那句說話說基督的愛就是專一的愛。可能有人會說，聖經說明明是說我專愛我們的是耶和華，是父神，不是耶穌基督。但是請你聽聽耶穌基督自己在約翰福音十章三十節的時候宣告，我言父言唯一。換句話，他就是那三位一體的真實。耶和華專愛我們，換句話說，亦都是主耶穌基督專愛我們。耶穌的愛是專一的愛。在這一生裡面，我們看到耶穌基督的愛真是一個真是真正專一的愛。他不單單愛那些插眼的，使到瞎眼就看見；不單單愛騎腿的人，使到騎腿就行走；不單單愛啲長麻大麻風啊，甚至啊按手摸長大麻風，睇大張大腦得醫治，佢亦都使到死人復活。而佢最大嗰個愛係咩？佢今生願意為擔當我哋全人類嘅罪。默默無聲的被圈到那個宰殺之地，成為那個所謂的贖罪的羔羊。耶穌基督在一生當中，特別是約翰福音書，你看到耶穌基督行過很多很多的神蹟。為什麼最多神蹟是約翰福音書呢？因為約翰福音書是四本福音書裡面是講到耶穌基督神子的身份，神性身份的一本書。如果你看一看耶穌基督所行過的神蹟，沒有一個神蹟是為了自己，他用五餅預言下一個神蹟，是要使到五千人吃飽。他就禁食四十日之後，他自己肚餓了，但是卻沒有為自己使到個石頭可以變成餅。他可以救別人，亦都救了別人，但是他沒有從十字架上下來。雖然有人說你如果是神的兒子，你可以從十字架下來，你可以救自己，你可不可以？可以。你能不能夠？能夠，因為他從高天都可以落到地上，為什麼不可以從十字架下來？但是他並沒有做，因為他知道如果他不流血，人的罪就得到赦免。這個是開始聖經給我們看到的，我們人救贖的一個恩典的一個必然的計劃。他是為了愛拯救世人，毅然的將整個的生命來擺上。第二呢，他的愛，他說是奇妙的愛。這個奇妙的愛是怎樣的愛呢？就是愛那些不配愛的，不應該被愛的，甚至是那些仇視去敵對去逼迫他的仇敵。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時候，我們講這個
是耶穌基督的登山的寶訓。他在登山寶訓就曾經講過，愛你的仇敵為逼迫你的人來祈禱。耶穌基督講了，是不是只是一個講字呢？不是的，他不單單只是講，他實實在在的實踐他自己所講的時候，你行出他神所講的時候，再被捉拿受審釘十字架的過程當中，正如我們所唱一首苦難之路的《Barbarossa》這首歌裡面，他真的受盡了人世間人施在他身上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羞辱、凌辱、唾罵。甚至乎想不到的，這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主，在十字架上所講的最後七句話當中，其中有一句就是為這些逼迫的人要祈禱。耶穌說了什麼？祈禱說什麼？他祈禱什麼？祈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這班人鞭打他、羞辱他、將荊棘冠冕戴在他頭上，將他釘在十字架上，主耶穌基督無怪他們，無嬲他們，無報仇，而是為他們祈禱，赦免他們。父啊，因為你所做的他們不知道。這個不單單是講的，主耶穌基督不是只是講的，只是講的，他做了。主的愛就是這麼真摯奇妙的愛。我們有一首歌，我們很喜歡這首歌，其實看看我能否唱得出來。多想的夢懷他決定，像春的燈火他催眠，夜霜提手他寫將殘的燈火給它吹滅。耶穌的愛就是這麼奇妙的愛，祂肯體恤我們，祂愛我們是愛到底的愛。但你看到聖經入面，主耶穌基督有一個很特別的名字，這個名字就是什麼呢？罪人的朋友。為什麼人家說是罪人的朋友？祂做了什麼事是罪人的朋友？為什麼會這樣稱呼有個罪人的朋友？是啊，他跟一個被人家唾棄的碎利一起吃飯。這些人是羅馬人、猶太人神的子民最憎的，他為羅馬人收税的，他們最不喜歡的人這班碎利的人。在耶穌基督竟然跟他們一起吃飯。我們記得那個在那個喪事上那個矮仔叫什麼？撒該。耶穌基督看見他下來了，我跟你屋企回屋企吃飯啊，咁啊！啲人哇，呢個用扶碎而扶係嗰啲罪人嘅朋友嚟㗎，佢係仲有喺個井旁，佢以一位人眼中嘅淫婦，撒瑪利亞婦人談到，同佢講：有人肯為著義人死，有人肯為著義人死，而只有去耶穌基督，佢肯為著我哋罪人嚟死。你奇妙個愛，因點解喺個奇妙個愛？是因為他願意萬人都得救，願意一個人沉淪，即使最不配愛的人、人最不喜歡的人，他都會愛他的。這個就是基督的神性的愛。第三，他的愛是一個永恆的愛。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一句這樣的說話，現在你知道說什麼，你看看你聽不聽過。我們因為誤解而結合，因為了解我們就分開。有沒有聽過？是什麼意思？一個男的一個女的，哎呀，我們都不了解的，哎呀，我們大家很相愛，我們結合咯，結婚咯，是不是這樣？哎呀，我們因為大家很相愛，不了解不要緊，我們慢慢就了解咯。但是當你一了解的時候，眼開了，看清楚，離婚咯。我們因為誤解結合，了解我們就分開。這個愛是真正的愛情，你說是不是？哎呀，我們很相愛，哎呀，結婚吧，你都不了解我們，你跟我結婚吧，不要緊，慢慢會了解的了。
一了解的時候咪離婚啦，係咪真愛先？唔係喎，梗係唔係啦。真正的愛是什麼呢？《哥林多前書》十三章裏面保羅所講的話，愛是很夠一愛又有仁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自狂，不作害羞的事，不靠自己的意志，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一個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讚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有忍耐，愛是愛不自私。呢個真係真正的愛。神的愛就是這種愛，人與人之間應該是有這種彼此的包容的種的愛。真正的愛是恆久忍耐，不求自己一處，不計算人禍，即使是落在極大的苦痛當中，他仍然是不離不棄地去愛去對待。我想耶穌基督甘心在十字架上那種的愛，就呢種所謂真正不離不棄的愛，一份不離不棄超人世界的一切的愛咧，係愛呢份愛係咩咧？係一首歌，比山高，比海深，比天地更長久。山高海深係咩？高深，高深係咩？高深一條嘅直線係嘛？天地更長久是什麼？一條的橫線，山高海深，高深是一條直線，天地更長久是一條橫線，一橫一直是什麼？十字架。所以一橫一直的十字架就是長闊高深的愛。基督的愛，基督十字架上的愛，就是這一份不離不棄、長闊高深的愛。伏爾泰是一位法國一位200多年前非常出名的所謂的無神論者，他很狂傲、很大膽地講過一句這樣的說話。他講什麼呢？他說呢，50年之後，在他的時候50年之後呢，人如果要看聖經呢，就只有在博物館。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50年之后呢，基督教的圣经完全被淘汰了，没有人有，这里为什么没有圣经的了，没有，买不到圣经了，你要看圣经，去博物院看了。弟兄姊妹，是不是真的圣经就淘汰了？从伏尔泰到今天50年，即是200多年，差不多300年，圣经是不被淘汰。聖經是不是只是在博物院看到？沒有，你可以在博物院看到聖經的，但是你在博物院看到那些聖經，你摸都不摸得到，那些是珍藏本，價值不知幾多千千萬萬的珍藏本，那不是隨時都可以買到聖經，人人都可以讀到聖經。聖經不是一本，真的50年之後沒有書，但是2015年呢，我們在這裡有誰跟我去的那時候都冇我家，寵阿師妹一個人啫，冇人同我去過啊。2015年我有機會到中國南京嘅一間嘅愛德印刷廠去參觀。嗱，呢間印刷廠好特別嘅，係專門印聖經嘅啫。你好奇怪喎，聖經喎，你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話，咁中國都係反對基督教咧，都合格。全世界印得最多聖經的就是這一間，在中國大陸的時候什麼語言的聖經都印，甚至連盲人的聖經他們都在做的。這個地方我們去的時候6月9日，我請問你計一條數，6月9日半年入面他印了多少本聖經？這間廠我都不知道看這數字的太長了，什麼？我不知道。
清楚啲。呢啲會一計數，都係計錢啫，人哋計錢。一啊，啊，做乜做乜嘢？你打算幾多？13,570,000哇，你这赚钱赚多了才不赚钱。我们不会赚钱的，我们不会看这数字。我好像做13,570,000的圣经，是6月9日半年入面印咁多圣经喎。而且你睇佢嘅时候，嗰、那个后面嘅数字啊，噼噼嗒嗒，噼噼嗒嗒喺度不停传。我哋入去睇嗰时候，真系几乎每一秒钟都出圣经嘅，因为佢唔同嗰个年做唔同嘅圣经嘅，全世界不同文字嘅圣经都系嗰时人，都系嗰时做喺嗰时装嘅。你话好特别系咪？而家你今日睇一睇福尔泰咧，嗰本书咧喺边度睇到啊？可能真系博物馆睇到，而家冇人睇，我梗系讲福尔泰，你都唔认识啦吓。但係佢個書真係只喺博物館睇到，聖經唔需要喺博物館睇到。博物館睇到啲聖經，連攞都攞唔到。呢啲珍藏本啊，真係哇貴到不得了嚇！我請問下，點解呢本聖經會咁受人歡迎咧？點解佢能夠超越世界上所有嘅書？因為全世界只有呢一本書係講到咩嘅？講到神的愛、神的救恩、神的救贖，我們在書中看到這位愛世人的神，祂為我們成就那個救世的計劃。你知道聖經裡面我們看到記載了耶穌基督三次的哀哭，然後曾經哭了三次。第一次為誰哭的？我不敢問這兩位，你錯，我叫錯前去講，你不要問我。他第一次為誰哭？為了拉撒路而哭，拉撒路死了，是不是就拉撒路？第二次哭呢，他為了聖城，他看到聖城，原先看到聖城，遭遇到空前的大災難，在那一天，神的聖城一塊磚頭都不會留在他的磚頭上，這個是神自己的聖城。耶穌基督哭了。第三次的哭呢，是在客西馬尼園，為了他即將上十字架的時候，他心中即其極其的傷痛。聖經說他傷痛到是為了世人的罪，這位主尊貴榮的神，他為了我們的罪，他不單單要從天上落到地上，從地上上到十字架，從十字架落到墳墓，從墳墓又到復活，到過到升天。這個過程裡面要我看見一件事情，我看到耶穌基督就是為了愛我們。我們看到聖經一開始的時候看到一個什麼花園，這個花園叫做伊甸園。那麼好了，亞當夏娃就因為犯罪之後被逐出了這個樂園伊甸園。聖經最後呢，我又看到另外一個花園天堂。這個花園呢，是神為愛我們，他愛我們的神，是為了我們的失去樂園的人，因為相信耶穌基督得救能重歸天上，他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另外一個樂園。從人和伊甸園的墮落回到到天上得救的樂園呢，主耶穌基督一定要經過客西馬尼園那種的苦楚。你明白我意思嗎？從這個人失去了樂園的恩罪而回到到恩得救，回到到天上，中間要經過客西馬尼園的苦楚。主耶穌基督在客西馬尼園你看到他流汗，好像流血皮皮，在那裡去飲下那個苦杯，在那時他會被捉拿，他要受審判，他受盡了人世界一切的凌辱。他知道這個客西馬尼園的經歷就是要成就神那個拯救世人的大計，那個最重要的關鍵。面對苦難他一點都沒有退縮，在那時他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我話你唔好照我嘅意思，我真係做人嘅意思係唔想十架，好重要，但係要照你嘅意思嚟行。耶穌基督一生嘅年日只係33年，但係真正工作嘅時間只不過係3年啫。嗱，你知道希臘嘅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喺世界上講咗40年，柏拉圖係50年，亞里士多德係40年，但係主耶穌基督3年嘅影響力超越咗呢3位西方嘅古代聖賢嘅130年嘅成就。我請大家注意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啊！咁而家注意到啊，即當你熟證呢個時候，請你注意到耶穌基督嘅影響力，唔係在佢生前所講嘅説話、所做嘅工作。雖然佢能夠講人唔能夠講、人唔敢講嘅，佢能夠做人不能做嘅，成就人不能夠成就嘅，但係耶穌基督總最整個世界最大嘅影響，唔係佢嘅説話。不是工作是什么？另外是什么？是十字架。不是他讲的说话，不是所做的工作，而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救恩那个计划，救恩那个大计。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正是保罗整个生命的取向。你看到保罗他真正有能力，他祈祷有能力，他傳福音有能力，他的秘訣是什麼呢？保羅自己說，我不知道別的，我只知道一件事，耶穌基督並不是釘十字架。我應該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就是整個生命的種能力、屬靈的能力、傳福音的能力、禱告的能力，這個就是保羅生命的那個秘訣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懂聾啞的手語，有誰學過聾啞手語？沒有學過啊。你知道耶穌是怎樣比喻的？耶穌說，伸出個左掌，一個手指剁在這裡，然後右掌剁在這裡，拍在這裡，是什麼意思？這裡有我提到，耶穌基督就是那一位，長釘釘在左手，長釘釘在右手，為誰？為我。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基督的手谕，聋哑的手谕就是这个感觉比划。你看到这个比划里面呢，原来是神的那个爱，神生命那种牺牲，神生命的摆出的。你知道吗？他被挂在木头上，原来是亲身担当我的罪，忍受了人最深最大的痛苦。他是爱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們可以想到這兩個禮拜之後的星期五就是受難節，他受盡了人世間給他的難爭緣福。人家說如果是神的兒子，你可以從十字架下來，主可以不可以從十字架下來？我曾經說過可以的，但是他沒有做，因為基少可以他救了別人，不能夠救自己。耶穌基督可以救自己嘛，可以，但是他沒有救自己。你知道嗎？他是默默無聲的，甘心的成為贖罪的羔羊，被宰殺，圈到宰殺之地，為我們流血，為我們捨身，為我們死，成為那個贖罪的羔羊。因為神救贖的計劃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他能夠救自己，他沒救，是為了你，為了我。他可以從十字架下來，但是沒下來，為了你，為了我。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禱告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所做的這個表達他的大愛。因為釘十字架的主，他赦免了那些凌辱他、鞭打他、退可門在他面上的人。他還用了3次不言他的彼得，因為彼得肯流淚悔過回到他的面前。亞歷山大大帝和耶穌呢死的時候都是33歲。亞歷山大是死在個寶座上，耶穌基督呢是死在十字架上。亞歷山大生前的時候賺得全世界，但死的時候兩手空空。耶穌基督生前連枕手的地方都沒有，死後擁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權力。最後主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講完他離世之前的
第六句嘅説話，邊句？我頭先講十架七年嘅第六句，係邊句？成了啊，成啦！去以無罪唔應該死，永生不能死嘅身死，就為了成了，成就咗神救世嗰個計劃。佢個成了就係要把我哋呢啲遠離神、仇視神、抗拒神、敵擋神嘅人，重新帶回到神嘅懷中，叫罪人可以回歸天家。今日弟兄姊妹，我哋又唔又為著主個愛十架度？請問下你同埋我愛主有幾多？在過去兩千年中，萬萬千千嘅人因為主愛嘅激勵，撇下一切嚟跟隨主。如果有位不可一世嘅拿破崙，在年老嘅時候，佢感慨萬千嘅講咗一句嘅説話，佢講乜嘢？佢話：亞歷山大、凱撒同埋我哋都曾經擁有過千軍萬馬嘅一個龐大嘅帝國，但現在我哋都沒有了，唯獨耶穌，只有耶穌，佢冇一兵，冇一卒，而佢建立嗰個國度卻如好似日如日中天，不斷嘅擴大。然之後講咗三句好特別嘅説話：，耶穌你使到我好驚奇，耶穌你使到我好佩服。耶穌咧，你使到我真係莫名其妙。呢位所謂嘅咁偉大嘅嗰位，都曾講過咁嘅説，真嘅。今日我哋嘅主言嘅原來慈性，因為個愛索係連著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喺從向君被和物子無去到今日，我就想唔到仲有乜嘢比主耶穌嗰個愛更大、更加能夠接觸嘅東西。主耶穌一愛你，佢個愛係長闊高深嘅愛。我想我哋每一個人今日都在神嘅面前，把我哋嘅心、把我哋嘅生命擺上，用我哋個愛嚟還主個愛。跟住主話：主啊，我願意愛你。我哋一齊祈禱，天父啊，多謝神你自己幫助我哋，你為我哋用擺上一切，付出你嘅生命，讓我哋今日都俾呢個愛所感動。再一次將你生命為你擺上，俾你使用，成就你在你身上的使命和責任。我們將以後的時間交託，肯定是與我們同在，我們信得勝而求。有哪一位要守聖餐的？有幾位？我聽我們有哪一位要守聖餐？要領受聖餐，弟兄姊妹請出嚟。因為預備心啊，你們用真實的悔罪改過，以人七愛和睦立志更新，從今以後遵住啲戒命，行住啲聖道，就存着信心存着领受这个圣餐，使我们得安慰。我们先应当在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高敬的谦卑地认罪，我们一起读现场的祷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我们素来全心说话行事多有过错，但大家得罪了上帝，歌颂了主的圣道，现在我们悲伤哀痛，承认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我們就為自己罪深深的懊悔，思想我們的過惡，心裡憂傷，求最慈悲的父憐恤我們，因著聖子我主耶穌基督赦免我們從前一切的罪，又求慈恩叫我們從今以後能改過更新，遵主的聖言服侍主，得主的喜悅，將尊貴榮耀歸於主聖名，就是因為我主耶穌基督求的，阿門。無所不能的上帝，我們的天父，主曾發大慈悲，應該將赦罪的恩賜給誠心悔罪、真實信靠主的人。現在我們求主靈恤我們，赦免我們、救我們脫離所犯的一切的罪過，激發我們、堅固我們，使我們勇於為事，能得永遠的生命。這是靠主耶穌基督求的，阿門。
无所不能的上帝和他的天父，为了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使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作完全全的赎罪祭。只此一次，他又设立圣礼，叫我们常纪念他受死，并在福音书上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直到他在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恭敬敬福求慈悲的父应允我们的祷告，由赐恩使我们遵着圣子耶稣基督的命令，既然他受死遇害，就是领受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身体保险。主耶稣基督被买了礼嘢，但系饼内足借要做擘开，第二日睇门徒说：你们拿着圣子，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用拿起杯来，祝借了就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喝，为你们纪念我。阿门。我们一起读谦高的偈，主的祷文。主的主，我们来到主的圣脚前，不敢靠自己的意，唯靠主的大恩典。我们就算拾取圣下的零碎，也是不配的，为主永无更改，常赐怜悯。我们求主赐恩，叫我们能接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宝血，使我们可得生命，我们罪孽因为耶稣我可以洗心清净，我们就常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吃饼，纪念我们的主祭十字架上成就的大恩。一起饮杯，纪念十字架为我们流出的宝血。请弟兄姊妹都起立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配的人，今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大恩，我们领受饼喝这个杯，是要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的大计。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自己的儿女，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优点，而是因为你的爱在我们身上。所以求主你给我们每一位，在领受饼酒之后，我们都能够将我们生命再一次为你摆上。我们都为了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向神祈祷，但是神你给我们每一位都能够通过这个圣礼，看到神你自己的爱，即是在我们身上是显得长阔高深。愿你给我们每一位带着这份的爱与人分享，把神你给我们的那个大能计和福音带给人，叫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了神你自己的大爱大恩，你自己的拯救。我们预备散开，恳求神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都为了正在午餐一起祈祷，天父，我们都为了正在我们有午餐，彼此享受这个爱缘。我们都感谢那些为我们预备餐食的弟兄姊妹，我们多谢他们的爱心，感谢神的恩典，叫我们一无所缺。愿神你主叫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爱，人给我们那种的恩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大家请坐。但彩华有咩報告？由於我傳道咧，外出參加一個安息禮拜，所以佢會晏啲先到我哋當中。咁佢咧就叫我交代咧，就要有兩件事要報告嘅。第一，大家咧睇到呢個 poster 啦，
呢個 poster 裏邊寫啲乜嘢啊？就喺3月29號嘅星期五，咁嗰日咧就係、是、正式 Bank Holiday， 即係話復活節嘅開始，星期五六日一嘅。咁咧，如果大家嗰日咧係唔使做工，你係時間許可，希望你撥個時間10:30至11:30翻到嚟教會。我哋咧嗰日咧有一個聚會叫做苦路默想聚會，係一個鐘頭嘅。咁如果大家得咧，請你哋抽時間喺星期五3月29號10:30至11:30，請大家留意。我而家我會連翻喺出邊個壁報板嘅啦。咁另外大家見到個好靚嘅袋係咪啊？你哋係咪都想擁有咧？咁咧，我想話俾大家聽，咁裏邊有啲咩八寶咧？咁樣嗱，裏邊咧最主要有一張我哋教會嘅傳單咧，就話俾你聽，我哋嘅聚會時間啦，我哋嘅崇拜時間啦，我哋有其他嘅查經啊，同埋團契嘅時間啦。咁樣咧又發現咧，原來咧有啲中英文嘅福音單張同埋書嘅。咁俾我哋做乜嘢㗎？唔係俾你哋拎翻屋企收埋個噃。咁咧就話咧，如果邊個弟兄姊妹你有感動，你願意咧見到一啲人係你好耐冇見到佢，係中國人，或者係你喺超市會撞到佢嘅，你願意將呢個福音咧傳俾佢，或者你咧好想將呢份咧咁寶貝嘅禮物咧送俾佢咧，咁你就係嚟到係代表教會送俾佢，咁你寫住基督已經從死裏復活，咁大家都係好靚嘅。咁記住，如果你哋有感動咧，歡迎你哋喺後邊咧，今日已經準備咗一啲，你哋可以帶翻去擺你嘅車，或者你身邊你隨時都有啲人咧，有幾生面孔喎，你都好想邀請佢嚟教會咧，咁你請你送一個袋俾佢哋，係成個送俾佢哋嚇，唔係淨係送個袋，最緊要裏邊啲八寶。可以攞多過一個嘅，可以攞多個。哦，係啦，佢哋原來預備咗係你哋可以攞多過一個嘅，咁我哋亦都係預備咗好多嘅，咁如果你哋咧唔夠，可以再翻嚟再攞嘅。好，咁咧要報告咁多啦，入到之後可以散會。